大家好，我是浪琴表优雅形象大使赵丽颖。浮兔迎春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戴上新年红名匠系列腕表，提前给大家拜年了。新的一年，我的心愿是多和大家见面。你们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？佳节将至，我在浪琴表新春有新意直播间一起许下新年愿望吧。